我以后真的不能找你了吗？我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说说，我一个基层小编导，我要还能采访到你，我肯定会特别珍惜的呀。如果小琪说了什么不对的话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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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，其实吧，她也是为你好嘛。我也确实是说了一些比较过分的话。 海风太凉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这么敏感的时候，咱俩还是分开走吧，别玩火了。我先走了，衣服改天我再还你，谢谢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 我当然愿意。圣经初，你干什么？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 你知道我为了跟许志哥表白，我下了多大的决心吗？我就差最后那一下了，你干嘛呀，小易？ 既然今天有个美好的开头，那我就把压抑在心中多年的话也说出来吧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悲伤自弹指息，时间沉静的让人窒息。宁可永远蒙上眼睛。 回忆是能换男主角的，
能把你从墙上救下来的不止一个。你可以在生日这一天刷新一下你的回忆，这样你再回想起这个地方就不会难过了。对不起，我好长时间没蹦，然后给蹦懵了。你是女孩子，不需要说对不起。我是觉得今天一天都挺开心的，结果什么被我一搞，有点煞风景。这样记忆会更深刻。有个芝麻，谢谢啊。我刚吃东西，然后不小心蹭你脸上了。哎呀，你看吧，我就说煞风景嘛。大神，我在夜深一刻怎么过？我家灯火迷惑我，手捧的咖啡冷掉了，希望你能续杯温热。我在想你时刻沉默着，我就想说你加油，那个就算输了也没关系，蛋糕咱们照样吃。大不了了，我来给你变个狐狸。知道了。
戳我。就像星星和夜的时候，你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，让我偷偷猜，是不是你也在期待心底那一句Nice to meet you。哎，小心有个蜘蛛。蜘蛛？蜘蛛在哪儿呢？蜘蛛哪儿呢？蜘蛛骗你的。你又骗我。我就喜欢你被骗的样子。你放我下，你放我下下来。这个小女孩在我的记忆中存在了20多年，在我父母去世的那个晚上，我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面不停地哭。这个时候走过来一个小女孩，给了我一块吃了就不会疼的柚子糖，还对我说Me too。 怎么了，小知了？针都打完了还哭呢？我以后再也不用打针了，打针好疼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小知了呢是最勇敢的。妈妈这儿有一颗柚子糖，你把糖吃了就不疼了。我要两颗。好，给你两颗。谢谢妈妈。走，咱们回家了啊。你也打针了，一定很疼吧？妈妈说吃颗糖就不疼了。柚子味的 ，Nice to meet you。嗯。我之前一直不理解，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寥寥觉得他那么特别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她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。程叔，我要走了，寥寥还在等着我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啊，快点去，快点去。
不想等了，我想把你永远留在生命里。我刚去买了颗糖，你猜这是什么用？To be with you. 就像星星和夜的邂逅，你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，让我偷偷猜，是不是你也在期待Nice to meet you我想去马尔代夫，你看过麦冬吗？那里椰林树影，水清沙白，是坐落在印度洋海边的世外桃源。还有，我还想学浮潜。好啊，我陪你去。那我明天就去请假，我们一起仔细的研究攻略。嗯。让我走了。真的得走了，说不定我爸现在就猫在那个小阳台上看咱俩。我走了。走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每一天都是在度假，而且我还可以陪着你准备比赛。可以等我们旅行回来，我再向他发起挑战。他既然已经说了时日限定，如果你不应战，别人就会觉得是你害怕了。我才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我男朋友。拿手机，应战。聊聊，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可爱吗？可是，在你进来之前，我刚刚发微博回绝。所以，你就一直躲在这儿。我去给你买糖了，救命神糖。还没跟我说你赢没赢呢。现在可以吃糖了吗？甜蜜的路径，风对手，情不自禁。
道吗？刚才我爸跟我姐特。他们怎么了？我爸说，男孩子出门在外的，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，免得这荒郊野岭的，万一被女粉丝围堵，那可就说不好了。这么吓人吗？嗯。你都准备睡觉了，怎么还不换衣服呢？要不要我帮你换呢？好啊，你帮我换啊。不是，你自己有手有脚的，你自己换嘛。关灯干什么？我不小心碰着的，那个就活跃一下气氛。现在我已经活跃完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自己儿子开车撞人，还想要报复你。人抓到了就好。可是你都累了那么多天了，还要照顾我爸爸，看你那样子，我都心疼了。也许你有爸爸能帮我提神醒脑。你想坐摩天轮，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场就好了。这个摩天轮跟那个不一样，怎么能随便跟别人一起坐呢？有什么特别吗？这个转一圈刚好是13分14秒，就是一生一世的意思，哪能随便跟别人一起坐？那我这一辈子也只坐这一次。我不，我要坐三次，我要三生三世都跟你在一起。就像星星和夜的时候，你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。亮亮，嗯，以后我要每天都数一次你的睫毛。我也是，我才不喝孟婆汤，要永远都记得，永远都跟你在一起。
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？明天就是决赛了，继续努力。今天又是什么优啊？加油 ！Always stand by you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知道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全世界的女孩都会爱死。起码我知道，里面就有一个叫贺宇。不需要，老板一个人爱我就好。那多无聊啊！你不换个口味？不换。你永远都是最新鲜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口味。